I'm here at one of the UK's oldest universit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Wang Yuyang, who is regarded as one of China's most exciting emerging conceptual artists, is holding his first UK solo exhibition, Objects of Fantasy, here. Let's have a look how this young talented artist makes these mute objects speak.我觉得我其实就挺愿意改变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现状的一个人吧，就是不光是生活上的思考上的，或者是一系列东西，我都希望能不断去改变它。做的很多作品就是是一种改变人们对以往事物的认知的一种东西吧。我不愿意只承认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它可能是那样的。因为我们无法诠释一个东西是客观的，或者是它就是真理的。我觉得这个事物在，或者这个物体在不同角度、不同文化、或不同人，或不同生物来面对下，它是不同的状态的，就是没有人能诠释它一个这个。那么我也不想让我的东西去固定的一个角度去来讲这事情，那我就会找很多角度。其实我觉得想法是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吧，就是其实是我对于这个日常事物的那种就是其他知识的那种好奇心，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来源于我的积累，这样两个方面。好奇心指的是说，就是说我对于不同学科或者不同行业、不同媒介、不同材质等等这些东西的一种好奇心，这个东西来驱使我对于我未知的事情的一种探索吧。那么积累呢，就是说我积累了很多这种经验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东西在某一时刻里面，它俩碰撞出来了，就所谓的灵感。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好奇心是一种怎么讲，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吧。就比如说我每天走路去一个地方，去工作单位，比如说，那么大家都习惯只走一条线，但是我可能过几天之后就换另一条线走，或者再过几天就换另一条线走。就其实我在生活中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就是说你不能去习惯于一件事情，或习惯一个方法或一个方式啊。就每次提醒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尝试的状态吧。但尝试的时候，你其实发现你所去尝试的东西，确实得到了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个经验。You know, the breathing television it's an old, battered, sort of Panasonic kind of, it's the kind of TV that you remember from your childhood. Make it breathe, there's something, and it's surprising because you don't notice, it's quite subtle, so when you walk into the room. And the telephone again is like a sort of old 1980s,you know, mobile phone, but it's breathing much more quickly. There's a sort of slight sense of panic with the phone, which I think is nice. So he definitely imbues the object with a sensibility and a humanity, which is surprising and very, it's sort of moving, you know, you kind of get a sense of his vision of those objects.其实是想让人造物和人一样有生理机能，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平等的去谈一个事情，就或者平等的去面对面的去沟通和交流。
它的过程是相当于我在一个旧电视机上翻下来一个 Y 的模子，然后再把这模子再翻出来，翻成一个硅胶质的这个东西，然后再经过高温烘烤，然后再做颜色，然后里面再做一个机械的这种装置，让它可以这样撑开缩回去，撑开缩回去啊。就其实我一开始是在美院附中嘛，在美院附中学绘画，就是差不多14、15岁吧，那时候主要学油画和雕塑，然后但是我上了附中就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再去上中央美院的话，我可能学到的还是附中这东西，因为他们俩是一个教育体制的嘛，就是一个方法论去教学的，那我就想说，哎，我怎么能找一些别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的表达不光就是这两种东西。那后来就正好看到那个有一个朋友，她的老公是就是搞戏剧的，然后她正好去布拉格带了很多那种图片的东西，就是布拉格舞美展图片的东西。那我一看这个，我觉得哎，这好像很丰富，很能适合你去表达你东西，因为它有很多种渠道，很多种形式。那我就去考了戏剧学院。上戏剧学院之后，就更多处接触的舞台啊、空间啊、灯光啊、时间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就补充了我之前的那些东西。那么之前那种造型能力什么的还是在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来帮助我能有这些创作的这些想法的实现的吧。就是我发现吧，比如说欧洲也好，中国也好，过去传统的教育他们非常希望学生就是一早就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比方说是找到自己想发展的专业，但是呢美国呢是比较赞同大学科的，他们就是认为如果一个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好，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学科知识能够多一点，那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跨学科它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时候人的灵感跟你的知识结构，如果它那个金字塔的底部越大，那当你创作的时候你的知识面就越广。那我就觉得王玉阳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什么的，他选择了学舞美，起码他从他的艺术的知识可能就会跟他一直去学美术就有了不同，产生不同的变化。因为舞美的话，它有很多是一个舞台，舞台里面发生的是有人有布景，然后有布景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气氛，还有就是灯光，那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跟他以后做装置会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就是像我们今天采访在的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是展览的是一件作品，就是一幅画风景。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房间看成一个舞台，那舞台上面我们在这舞台上面表演的就是这一幅画就是这一出戏的一个主角，他到底唱的是黄梅调，到底唱的是京剧还是歌剧，那观众进来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就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感觉。先画了一个风景，但在画每一笔的时候都在里面加了一层隔离剂，就是你画一笔的时候加一层隔离剂，画一笔的时候加一层隔离剂。当这张画整个画完，这个风景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张图其实就是这个已经全部画完了的。然后呢我再把一笔一笔撕下来，它也是从有到一个无再到一个有的一个过程，就是它被毁灭了，但它又重新建构起来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作品有一种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感觉，就是他一件艺术作品里面的部分到了你手里面，你怎么样去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审美，
就是其实它不单只是一个作品跟空间发生关系，它也是一个作品跟怎么样去布置它的人发生一个关系。I don't think you have to try to understand it intellectually. I think you just go and experience it. When I go in the other room and there's all the bits of paint on the wall, the sense of walking into a place where there's been a kind of explosion, again, gives you a really strong bodily response. And that's kind of interesting. Of course,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a painting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Instead of a painting just being something that's static, you understand that it crystallizes all this energy that is flying around that room, and he makes it fly around the room,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that. So that's really great. Chan Ren 从我的众多作品里面找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面，或者是我的一个线索的东西。那其实这些选择更多的是策展人来做的，对，就是跟我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是创造每一个作品的人，但不是说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去讨论一个问题的。那这个我觉得更多是策展人的这种想法吧。用弹钢琴来说，艺术家是贝多芬，他们把月光曲写了出来，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曲子。那策展人就是那个钢琴家，就是李云迪，他们去把贝多芬这个月光曲弹奏出来，让别人能够听见。李云迪跟郎朗或者是阿什肯纳奇三个人去弹月光曲，其实最终会得出三个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微妙的，但它是重要的，它包含的是艺术家本人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然后他怎么样去传译出来。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微博里面写了一句话，其实你去测一个展本身是一种再创作，100个人去弹月光曲会有100种结果。就是像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策展人，我觉得我也希望就通过你们的这个电视节目能够对我其他的策展人同事在世界各地的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一定要用我们的心去认真的去解读作品，要用我们的大脑认真的去阅读跟学习跟研究，因为只有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才会不断不断的从艺术作品里面发现新的线索。作品很多都是有这种材料的，或者这种媒介的，或者这种形式的，有这种材料、这种媒介、这种形式的，因为涉及的很多很多种领域，所以说你每当做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你接触的是另一个领域的东西，那么你实现起来就会有问题，就会有一些你还未知的一些东西，或者中途会有些什么问题，就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但也其实也是比较快乐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策展人能够参与到他的作品的制作过来，比如说在他的制作过程里面给他提供一些意见，但并不是去影响他的艺术创作，是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包括就是这个作品以后怎么样跟展览的空间发生一些关系，怎么样去跟观众发生一些互动。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沟通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对我的作品就会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可能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可能得到了一个更多诠释我作品的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的关系吧。就是他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会互相了解的更多，或者互相理解的更多，可能超出一开始设想的那个范围，或者一开始设想的那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会讨论很多各种各样的，他有什么想法可能半夜三更的就给我发一个微信，就说哎，你还醒着吗，有些事儿想问你。那可能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互动过程吧，就是因为这样我慢慢的就了解了他对世界对周围的事物的好奇，然后由这些好奇所引发的一些创作。
墙上那画是一开始我先随意的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条波线，我把这条线进行电脑的分析，就比如它的高啊矮啊，它这样的波线进行一个坐标的分析，分析之后呢，完了把它转换成这种光的这种频闪和亮度，光的这种闪烁和它的这种强度是对人脑的特别直接的一个刺激，就人的视觉神经导入到这个人的这个脑部是最为直接的一个办法，他脑子里面就会形成一个脑电波的波线，那波线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观众得到了三条线，就是概念的线，视觉看到的线和不被察觉的生理的一条线。Visual art has moved much more into the conceptual realm, and he is someone who's definitely working with ideas in a very original way.制造了这些物体或者制造了这些材料或者媒介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把它当成被使用的一种关系，就没有考虑到它对于我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跟他们同处在这个空间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我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我们都是人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考虑说啊，我和你怎么样去共事，我和你是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它变成一个物的时候，人可能就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那么我不断地去找这个物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就是也让物有了它自己的一个权利吧。Aesthetically, I think he makes pieces which are very beautiful in the space in their own right, but obviously they're underpinned with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s that he's exploring in terms of his notions around the sense of what he describes as the life of objects, the hidden life of objects. And I think that's very evocative for people. I really like this room, actually. I love the exploded painting behind you, which can't be seen on camera, is the canvas from which all these brush strokes have exploded. So it's essentially a traditional landscape painting. And then he has taken all of the brush strokes, so it's sort of deconstructed the painting. And so there's a very sepia canvas that's left. And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poetic about that, but also...quite light-hearted and engaging, so when you walk into the room, you can instantly see that you're surrounded by, in a sense, the entire painting, so you're enveloped by it, and I think that's it's a lovely idea, and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at the same time.这作品其实是我在云南的那个腾冲的一个山寨上订购了制作这个纸。当地是有一个这种制造纸的这种传统，大概应该从明朝左右就开始在做纸，他们用当地的一种树来做的纸，这树叫构树，这树呢就是有一种防腐的功能，所以说这个纸的这种技艺就传承了几百年。然后我找他们来定制这种，他们就从山上开始砍树开始，一直到制作这个纸被晒干再制作完成，这样整个一个过程是差不多七天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全都做了一个24小时的这种纪录片，然后呢我再把这个整个纪录片导成一帧一帧一帧的这种序列帧，然后再把它们分别印回到这张纸上，就被制造的这纸上，那么这纸就拥有了一个经历或者一个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能力。And it's sort of playing with the idea of high tech and low tech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is idea that
actually some of that stuff reminds me of the 1970s.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It's slightly retro.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And I quite like that aspect of it. It's sort of playing with it aesthetically and not sort of trying to be too sort of supersonic about it or kind of, you know, sophisticated about it. It's deliberately making it into something quite accessible and quite human. And then,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paper, we don't think of as technology, but of course, actually in China, it is, you know, it was an invention that kind of changed the world. So it's quite an interesting. Because I 从小就喜欢这个东西，不是说那种被动的去做这事情，其实就很小，四五岁的时候就非要去学这个东西。那中间其实遇到过几次这种迷茫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从事一段艺术之后，你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了。但做那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想说，哎，我好像离我原来的初衷越来越远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拒绝了很多东西，那个就放弃了很多东西，然后再重新回来。那我觉得其实当你每次回到这个的时候，就其实就很快乐了。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就是我的梦想的东西，其实这个比什么都更重要。艺术是为什么？其实艺术每一次都是想在旧的基础上面找到新的，这是艺术为什么呀？我们生活中要有艺术的原因。那我就反而是觉得，无论王阳也好，或者其他的艺术家也好，无论他们就是 practice 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都是觉得他们想用自己的作品去 inspire 别人，然后在旧的规则里面找到新的出路。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嘛，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就因为我是一个想找新鲜感的人，或者想愿意去尝试的事物的人，所以说你去每个地方，你观察到的东西和你看的东西都会给你一个新的启发吧也好，或者新的积累也好。但由于我这种总是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带来一种冒险性和危险。就是有的时候在做一个东西特别痛苦的时候，就是说它实现不出来，或者是它由于各种原因特别痛苦的时候，就是你会特别愤怒或者特别怎么样。但是你稍微调整一下心态的时候，你在想啊，你已经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了，你干嘛要这样呢？因为有更多的人没有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没有机会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你已经得到这个东西了，你还要怎么样？所以说才想到这些，才会静下心来再去调整这些东西。像文章这个作品，它让我回头去想我们生活中拥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们本身就是有很不平凡的特性，只是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艺术家很细心的观察发现的那种平凡物里面的不平凡，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我觉得艺术无论是给我作为一个策展人，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的创作者，还是观众作为一个艺术的观察者，他所能带来的就是在平凡生活里面条条框框之外的一种情趣和愉悦吧。还有就是你对生活，对你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的一种通过艺术的一种在思考。这个作品是我在想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方案的时候，脑部产生的这种电，然后我通过交流电转成直流电，把它存到电池里。这个电池就拥有了一个我的想法，就拥有了一个我在想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作品的时候的一个想法，一个关键的东西。On the technological side, it's sort of looking at the boundaries of technology.And our relationship to it as people. So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sort of capturing how the mind can be translated through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sort of plays with the idea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also takes us back in time. So we kind of
we're caught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a way in his work, I think. I觉得艺术带给我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让生活里面最平凡最平凡的东西变得再也不那么平凡。I think visual art, you know, a good artist will always make you notice your surroundings more acutely. I mean, the point of whether it's an amazing film or going to see an exhibition or a performance,is often that you come out and you're more conscious of your world. It's kind of making you look at things in an elliptical or a slightly sensitized way. And so, yes, I think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objects differently. Thank you. Thank you. 以前的对作品呢，总是容易停留在一个比较宏大的一种叙事方式中去，但是呢，这个王玉阳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比较感动我的就是说，它是很普通的东西，好多东西是平常不过的东西，它能够赋予一些情感，而且情感呢，这穿插的非常自然，非常得体。我整个的一个设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作品你看上去就它有很多种类型，就比如装置啊、绘画呀、啊、然后行为啊，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类型，有很多材质或者很多风格或很多这样的东西。那其实我是想说，其实每一个作品或者每一个系列作品，其实就像我们在写一本书一样，它只是一个章节，就是当你把这些所有的章节都写完之后，你的世界或者你的世界观或者你的这个东西才能呈现出来。那么现在我就是在一章一章的去写这些东西，有关于物的，有关于身体的，有关于什么感知的，有关于整个宇宙的或者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它们都是一章一章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计划吧。